这他们家的选啥呀？这种阵容 KPL 阵容，妈的不管了。策划好好看一看啊！面对这种阵容，老夫子打得有多难受啊，跟坐牢一样。猪八戒放线去搞蓝，用那蓝开吃下线，这是职业才有的打法。你要阻止他这种打法，必须要第一时间抢线，抢完线之后一定要去堵那个露娜。你看我照到塔后去堵他，他直接从那个地方过，我直接闪现去堵他，你知道吧？让他不敢去吃。他绕了一大圈，这个时候你再把他野区收了，不能让他前期太舒服。把野怪全收了，不要给他留，把他先太搞懵，你知道吧？把这露娜，好，没野了。再给机会兄弟，杨幂，来夹波中，来夹波中，别怕，你别怕扛塔，你是拆迁队队长，我是二队长，我们不能害怕扛塔。有点远了，拿了丝毫压不上去啊，是不是哪里不太对劲啊？和尚，我们要不直接阅兵线把那个高地偷掉吧？你们准备轻装啊，处理一下后事啊。天边界啊，等他们送肉，天边界，来上，刘禅，有点差不多了。各好各的。撞大了，撞大了，撞大了，打不死我，他们还打不死我。姜子牙没闪，拿龙，这波拿龙，点拿龙，帮他打守月，不要清中线了，帮他打龙，帮他去打龙，不要管这个中线，帮他打龙，不要管这个中线，打龙，对，好，这个龙拿了我就放心了。我想上了，哎，我保住了，一波了。一波，给我拿下！流氓打法赢了啊，兄弟们！